像旋转起来变化当中，体位的变化之中，我们很方便了。哎，来拿过来，哎，我是做了一个这个，我是这是机架的一个老化区，因为我将来准备生产这一块，我所有的这个机架生产厂家过来说，我要这么来测试一下，调试一下，以确保呢到医院以后的质量啊。你看这边呢做了一些这个什么，也做了一些自动跟踪系统啊。那我们拍胸位的时候，拍胸片的时候，因为人呢高低胖矮不同，是吧？那让他去自动去跟踪他去，他就会自动跟踪的，哎，他就会自动的，他自己来调节。那病人在这儿排立位的时候，立位呢不只是一个胸片，比方说我们的颈椎，是吧？那颈椎不要躺着去排，躺排不好，啊，他可以做这个，是吧？这个双叉器呢，我既可以做成大家看到现在目前这款呢，我是一个 CCD 式的，将我把这个 CCD 换成平板的，怎么样？也可以改成双平板的探测器。那么医院在使用当中的时候呢，也非常的方便。你现在全掉了，还平板的吗？有啊，哎，这个问题我就下面我要讲的这个问题。我做这款机器的时候，不但是让它能够做成双探测器的，还能够做成单探测器的。那么表演一下单探测器怎么做？单探测器呢？现在我们排到这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排一个什么位置啊？我们也可以去排一个它的一个卧位。那卧位起来就比它要复杂一些了，就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床，哎，把这个床推到这上面来，病人躺到上面去来做，啊，也可以。哎，这就成了一个单探测器啊，悬吊式单探测器。那么它这个呢是这个什么？这个调好了吗？今天刚加的这个是吧？今天刚加的。今天我们刚加的这个。没事，排呀，顺便。这个呢是没事，这个可以调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实际上很简单，这个往这边一移过来啊，这个活动是现在我们这一下，就要我工作人员调一下这个。啊，就可以，这就是个单探测器了，悬吊式单探测器。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工作站，好的这几款机器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一款呢，大家请进去看一下。那这款呢就是一个镰刀臂的，平板式镰刀臂的啊，这是个平板式镰刀臂的啊，它这个可以去来这种操作呢，就比较便宜一些啊，这样性价比比较好。另外对中小医院，小医院。比较适合的，那个呢对于大医院比较适合。你比方说人员比较多的，一天拍个四五十个人、七八十个人、一百来个人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呢就简单一点，这个呢就可以排个，你排起来后人员比较不多的时候完全可以排啊。它这个呢是这样操作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这是平板的吗？这是平板的。这拿了没有？拿了，这都有证。这都有证。我已经签了一台。你签过了？你是哪个医院的啊？你看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选几个不同的位置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时候呢，我一般选它是一个立位的一个什么位啊？我们立位的时候，有时候排一些什么，像站着排的一些腰椎啊、颈椎啊、头颅啊，因为大家知道搞头照学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对它这个变形要求不大，尤其对骨骼的拍摄的时候，是吧？但是对肺片的时候，我们骨骼这个要求呢就比较严了。那放大效率，放大率的效率，我们要求它有一个数，不应该大于2%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要把它调到远一点，就是 ISD 呢要求远，要1.8米的距离，你给调过来，哎，给调到1.8米的距离。哎，这是我一款这个啊，这个现在这个是高压发生器秋管。那么我搭载这个平板的时候呢，我搭载的是瑞德14，啊，我这正好什么都有，14也有这个。你这个是奥尔良的球管吗？奥尔良的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奥尔良球管。瑞德14是吧？好，我们可以看看这边还有一个房间我啊。你这个高压发生器还是加多少的？哎，你能看出来吗？谢谢。这边呢是我的一款这个。装的时候的话，你装机都要装的蛮起码到。